Hotel 251. Kitchen. A place for creativity. A place to dream. Dream to be brave. Never be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. Always question the possibility. Never sit still, but always evolve and pushing yourself. And if this is a dream, please don't wake me up.31岁的陈玉任口令参加天下杂志 NM 计划海选脱颖而出，选中他的 mentor 就是世界名厨江正成。我一直都身为一个台湾人觉得很骄傲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事情。 我一直想说 great power come with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。江正成，台湾第一位米其林三星主厨，决定邀请口令到新加坡亲访他的第一家餐厅 Restaurant Andre， 现在名列为全球最佳餐厅前50名。这个低调隐藏在巷弄的白色洋房里，江正成将无私传授口令，他成功的第一课。很有意思，这个是我外婆在很早期的开过一家面摊，然后用的盘子一直都留着。然后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么有意义的东西送给薛姐。谢谢。我很喜欢盘子。我非常非常喜欢。OK， 好，我把想办法把它挂起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知道江正成爱盘成痴，口令有备而来，见面礼送到心坎里，但寒暄过后，我基本上我今天就是跟每一个人，go through 他必须要做的东西。江正成收起笑容，没有任何停留，带着口令进厨房，要回送一份大礼给他。而这份回礼可不是要教他做菜。第一天很重要的，我希望，让 Colin 知道，就是说我们一整天的工作，从我醒来到结束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。这份回礼就叫做当个沉默的观察者吧。你知道今天所有的菜是我们第一次做，所有的菜。You are my destiny. So, this shooting a Taiwan boyfriend can see. You wanna say hi? Hi, Jim. Say hi to Jeff. Hi, I'm Sue. Be careful, your sauce. I don't want it to reduce. This is it's over reduced already. Please try. Not just we. Not just everything I said. You say we. Yeah. Taste. The napkins, it looks horrible. Change everything. Yeah? Re-iron it and change everything. The setup is horrible. Yeah? 江正成的最高标准是外行人都看不出的门道，但这却是他成功的最最最基本。还要挖更多他的成功学问，端个铁盘到后巷去。吃饭。我的管理模式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绝对是 teamwork， 我会给他们绝对的信任，去判断，这个东西要用什么方式是最好。然后我刚刚看薛姐是很简单的，你就是去做一个缺一个环节的专家。后巷里世界名厨不再遥远，江正成分享制胜关键是团队合作。这个团队没有老大独断，而是各司其职，用讨论找出解方，进一步建立起合作的默契。哎 ，Johnny， 还没讲话。
所以刚刚也是我还没有，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还没有讲话，他说哦好了，我说哎那个好了，重要的是每团队的每一个人要跟你同步的呼吸，当你如果你在厨房的后面，你就可以看到大家是很从容的在做，因为每一个环节都衔接的。摸索了三天，采访小组才看懂江正成口中的同步呼吸。厨房得在3个小时内产出600道菜，一分钟平均端出3.3道。这个从容的厨房怎么办到的？我们带您看镜头解析。但看之前，先了解我们的本场主力分析。依序介绍的是 Chef 江正成，江正成的最爱 Johnny， 穿着小红鞋的酱汁师傅 Zor。负责鱼肉类处理的金发帅哥 Chris， 戴着粗框眼镜负责热烹调的 Hong， 甜点师傅 Martin 以及摆盘快手姐 Joanne。 在大家对于登场人物有了基本认识后，我们马上进入战术分析。行政主厨 Johnny 一声令下，15人小组启动。在前台的快手姐 Joanne 立刻拿出5人份的餐具 ，Chef 帮忙摆盘。在后方有个不停探头探脑的是眼镜仔 Hong， 他应该是在观察前方进度，盘算动手时机。很快的5人份餐具摆定，而右方穿着小红鞋的 Zor 也没闲着，加紧脚步烹煮酱汁。但旧单还没处理完，新单怎么又来了？金发帅哥放下手边的工作，直接跑到前面帮忙备料。眼镜仔补位接手，江正成蹲下帮忙拿出3人份餐具，起身放到桌上。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汤匙要试吃吗？结果汤匙又放了回去，接着走到负责酱汁的 Zor 旁边，又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汤匙，然后原地不动。怎么啦？原来 Zor 慢了一拍，呼吸没有同步啦。话说回来，这个厨房怎么都没有任何人讲话？Zor 酱汁完成， Chef 接手一个回旋，利落将酱汁放入碗中。再来，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甜点师傅 Martin 在哪里呢？左边，他拿着半成品想要突破重围，先是穿过行政主厨 Johnny， 摆盘快手姐背后有感应，竟然一个侧身让路， Martin 一路畅行无阻直达冰箱。不过他现在也变成了障碍物，挡住要往前递锅的眼镜仔了。只见眼镜仔一个巧妙缩手，锅子递给了快手姐 C， 小红鞋也跟上进度完成酱汁。江正成接手一个转身，快手姐让位，江正成补进，两人四手一起一落，时间抓得刚刚好，漂亮。3分钟时间到，你看到几道菜被送出去呢？5道还是8道？正确答案是11道。我觉得最骄傲的并不是说我看得到我就 hit 得到，而是我的团队比我更强大，而且是我没有想象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。我觉得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。这个令江正成骄傲的团队来自14个国家，却独缺台湾人。其实不是没有台湾人在他餐厅工作过，而是多数都是到此一游，观光居多。归咎原因，江正成笑说，可能是缺乏耐心跟国际观。当你有14个国家的人站在你前面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不同国家的人聊不同的东西？那这是一种能力，这也是一种练习。那我会发现说，正好是台湾年轻人所缺乏的，所以会觉得说我完全没有办法伸展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国际团队，然后我的耐心也不够去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每一个东西就正好是我所缺乏的，就热情很快就烧完了。热情烧完之后，剩下的是什么呢？在江正成厨房里，剩下的只有对事情坚持、对信念执着的专家。贴着纸条告诉自己，不管有什么辛苦，最难熬的日子是昨天，无论有什么委屈，都进去冰箱里面哭吧。甜点那一区常常在那个冰箱里面哭。Are you crying or what? 参加天下的 MM 计划，让口令享有特权，站在这个外人不得进入的厨房近身观察这个伟大团队的运作。连站了7个小时，腿酸了，疼了，心却是满满的感动。就是这次的机会非常非常的珍贵，所以我其实非常专注在 Chef
指派给我，就是好好观察这件事上面。嗯，第一个我觉得他今天有抓到重点了，就是我想要让他体验的。就是 dedication 这件事情，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偶然的，下面有很多的底子，很多的功夫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有分数吗？95分。Yeah。谢谢。Yeah。很好。第二集《最伟大的厨房》，今天的任务要去餐厅当客人。江正成带着口令来到，五金大街。这边后面整条街还有工人啊，这边整条街都是卖五金的。就整个这个区都是卖五金的，然后很多你看，谢钱包找到了，太棒了。